年的疫情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哦，但是呢现在尤其是快要开学了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有学校推出所谓的像这样子的红外线的感测器，只要站在镜头前面一秒就可以测出体温。像现在如果我体温正常的话是不会发生警示音的，但是如果我现在手上以这边拿一瓶热水来看，它就会立刻有这个所谓48.62度发现体温异常，并且显示出我的照片。没有错，就会像这样子，我的照片呢就会在荧幕上头同步呢就会传到给学校，所以呢就可以来进行管控到底是谁有体温异常的现况。那呢其实像现在24例的案例发生之后，大家都非常的紧张，新北市也是严阵以待，尤其过去在居家检疫的方面他们还有一个人失联，目前呢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说人已经找到了，但是详细的状况还在了解当中。尤其是新北市的居家检疫人数是超过了4000人，为全台最多，那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管理哦？现在都是大家非常头痛的问题，也希望中央地方呢防疫是一起来，可以不让这个武汉肺炎呢有破口可以进入。